不要让公司知道。怎么？会找反对吗？也不是反对了。等到我们对彼此更确定的时候，在正式公开，我想会比较好一点。你以为确定那种东西是直接从天上掉下来的吗？自古以来，男女之间想要确定彼此，就要一起熬过岁月的考验。如果觉得这个人不错，无论发生什么事，都要相信他，有不足的地方帮忙填补，尽情的爱他。